昨天在路上发现一只流浪狗，看它可怜，给它喂了点狗粮，它就跟着我不走了。我就把它带回了家。今天准备给它洗个澡，看看洗完澡是什么样子吧。哎呀，开始给我捡到的这只流浪狗洗澡了。舒服吧，舒服就没啥事儿。泡澡都泡死啊，别怕，来，你舒服了。快点出去。我的天哪，全是土啊！它不就灰啊，掉下来全是沙土就冲下来了，是吗？躺下，躺下，没事啊，躺这儿。皮啥去了？来仰个头，低个头啊！好好好好好。擦一擦，这个毛巾吸水毛巾是挺好用的啊，一般的毛巾都做不到这种吸水的。好好好，走出去吹一下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快把你忙的。好了好了，哎，真乖啊，拍对，吹吹水，吹水啊，不要害怕。哎，乖，吹到身上，耶耶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抱身上，抱身上，没事，不怕啊。好了。大功告成，干个怂的，好吧。过来。洗完澡了，吃完了，开始忙。转个圈，转个圈，哎，转个圈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棉球，看下肚皮。肚皮白不白？大肚子！哎呀，我的妈！那小爪子也没那么黑了啊！不赖啊，去吧，玩去吧！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是皮筋儿，拜拜。